说不让球迷失望，我们达成了，啊，达成了。然后关于那个王维忠的事情，已经完成所有的合法的这个签约，以及送给那个联盟，所以正式已经签约完成啊。那至于详细的细节，我们23号我们有一个加盟记者会，我们到时候我们会向各位啊详细的报告。